苏小满，你这嘴啊越来越毒了啊！哎，我这可是祝福你们俩哎。哎呦，这都改了几次了，这怎么还都在这儿呢？几点了？我们的病人要休息了。你们这是在谈情说爱吗？护士姐姐，我们这同事太惨了，你就帮帮忙嘛。行吧，我是看在这个小伙子的面子上的啊，帮我们搬孕妇，还让羊水把手给泡了。哎，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床位，但是人家是明天一大早就过来要住院的啊，所以你们这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管了，嗯，挨骂就挨骂吧。谢谢姐。我都已经住上院了，你们就赶快回去休息吧，太麻烦你们了。不行，医生说这胎盘前置很危险的，尤其是这身子不能动弹，得100%静养，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。我们一早谁来照顾你啊？没关系的，不是还有护士在吗？这样吧，我让他俩先回去，今天晚上啊就由我和张江来照顾你吧。嗯。谢谢你们，来，盖好被子。不好意思，借过，借过，借过。熊样啊！大哥，大哥，我赶着去银行修服务器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只要把包还给我，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。我小子，我要啥用你啊！上我的。
追了，再追的话，我就把包扔下去，咱俩谁也得不着。你要是敢把包扔下去，我就跟你走回去。至于吗？不就一个包吗？还同归于尽？我把包还你就好了吗？我还给你。我还给你了，我就这么一次机会，你差点就给他扔水里去了，我可就急了，我可就急了，啊！我，我是维修部的吴志雄，我来晚了，你现在等我吧。不是你这，啊，我刚被小偷打劫了，我来晚了。那您现在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我们都急死了，真怕你们来不了了。我们公司的承诺是24小时内一定到。说到，我就会做到。那好，咱们赶紧吧，走。阿玲，阿玲，阿玲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志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和孩子都挺好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突然大出血了？医生说是胎盘前置，没办法预测的。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哎，你这……我没事儿。一个小偷偷我包，让我追了一路。阿玲。你怎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？怕影响你工作呗。你们要不是他们及时送我到医院，恐怕我跟孩子都凶多吉少了。也是他们帮我争取，我才有床位睡。要不然我就睡走廊了。都是小事儿。什么小事儿？为了帮我。五月献血，小满送鸡汤，柴晴煮鸡蛋。张江为了帮我帮护士抬孕妇、修电脑，还被羊水浇了一身。我也是提前学习学习，万一以后将来用上了呢？快趁热喝点粥吧。谢谢。你也是啊，吃点东西吧。连夜赶过来，肯定也没吃早饭吧。客气，多好呀！这绕了一大圈，大家不是还又聚在一起了吗？这就叫缘分。
下。你干嘛下？你好，我是珊瑚。哦，你就是珊瑚啊？是麦琪姐面试的你吗？欢迎加入小确幸。苏总你好。不用叫我苏总，叫我小满就好了。吴总，你也好。你认识我们？我是极客狂人的脑残粉，看的时候就想，如果能加入你们的团队，那就太好了。没想到梦想成真了。不是应该还有两位吗？哦，约会去了。啊？张总和林总？不是，那个林总他不怎么来工作室的，是我们又有一位新的成员加入，是我们的门面担当柴琴。嗯，那你坐那边吧。朱总，这上面的收件人写的是任千秋，怎么处理啊？里面是什么？哦，公司之前订的超级新人奖杯。哼，恐怕是他给他那几个爱徒订的吧。只可惜啊，都是些白眼狼。那我们干脆扔了吧。哎，等等，还是给他寄过去吧，毕竟也是他的心血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你怎么都没变呢？我老了。哎，这张照片还是我拍的呢。你看看以前的我，眼睛、眉梢都是清风明月的，哪像现在啊！不管再怎么保养，怎么做脸、化妆，透露的都是狰狞、杀气。人都会衰老，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。不，别安慰我。是我变了，相由心生。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要走了，要离开这儿了。离开？要去哪儿啊？不会连你也在躲我吧？老板，老板，
你们这还营业吗？我们刚下火车，明天在这儿有一个宣讲，现在报告还得修改，手机也没电，又没网。营业，你们要的东西我这都有，坐吧，我给你们去煮一壶热奶茶。这个 bug 有点诡异啊，你们快看看。代码没有问题啊，怎么会界面卡住呢？谁吃饱了撑着去触碰呢？这种偶发性太大了，没事的。哎呀，找个投资怎么那么难呀？好不容易遇到两个有意向的，说的天花乱坠的，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。无奸不商，他们这是贪得无厌。慢慢来吧，作品摆在这儿，总会有人赏识的。嗯，我是等得起，只是林少那边的投资，恐怕耗不起了。不行，扶我起来。我要再接再厉，我就不信了。女神有什么必杀技吗？与其被动的等待呢，不如主动的出击。我决定，我现在就要到市场上一家家公司去 pitch， 我就不信了，还找不到一个愿意帮助我们的人。我们的项目这么优秀，大家人都这么好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伯乐的。说的对，我也去。哎，别想趁机跑路啊，老老实实回去敲你的代码。不是代码，代码，我都变成代码了。好吧，那带你出去放放风。啊，张娘，你接着敲。接着敲啊！敲你个大头鬼！哎，回来！江哥，冷静。走吧，吴学神，我们今天去哪儿放风啊？你都叫我学神了，感觉怎么也得带你去做个数学题。数学题，我怕你被我吊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干嘛？我饿了。不行，你再吃成小胖子了。干妈，我一直觉得干爹干妈是对我最好的人。哦，那不给你吃东西就对你不好了。那你哥哥呢？他对你好不好？五月也不好，他最近也不给我吃蛋糕。那你对他好不好啊？当然好啊，我是对他最好的人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蛋糕吃的话，都会分他半块。真乖。好，你再去玩会儿啊，再去玩会儿，一会儿给你吃好吗？去吧。林总，好久不见啊。好久不见。坐。
想喝点什么？不必了，而且也不是什么任总了。抱歉啊，我连累了你。任总也是被小人所害吗？小人，罢了罢了，也是我作茧自缚。麦琪啊，我这次来呢……任总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不会再进 IT 界了。小确幸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，一代新人还旧人。麦姐，你如果想跳槽的话，也不必找这么个借口吧。这是爱德华的主意，我是真的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了。有的时候呢，会给他们年轻人一点建议，不过他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这些老人也不适合插足。真是太可惜了，你的退出简直是 IT 行业的一大损失。现在像你这么优秀，而且 IT 知识过硬的 HR 简直是可遇不可求啊。多谢任总夸奖，任总当初的知遇之恩至今难忘。不过我现在的生活也挺幸福的，希望任总东山再起，虽然不能再继续合作了，但如果任总愿意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会很高兴。东山再起，谈何容易？去吧，去吧。麦琪啊，你这是未婚先育啊，瞒了我这么久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是我干儿子。干儿子？是啊，他是五月的弟弟。哦，哼。不好意思啊。喂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任总，爱德华让我去取点货，你在这儿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，随便点，算我账上。谢谢。我先走了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吗？芝士蛋糕。好的，稍等。过来抢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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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我。啊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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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上，拿上。干嘛？你谁啊？我给你蛋糕吃，好不好？我哥说了，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。我不是陌生人啊，我跟你哥哥五月，还有你干妈麦琪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而且这个蛋糕是你干妈让我给你吃的。真的？嗯。他刚才还不让我吃。我这次来呢，是想给你哥哥一个大惊喜，但是我找不到你。什么惊喜啊？惊喜说出来就不叫惊喜了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来过。给我蛋糕，我就不说。给你蛋糕，那吃吧。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了吧？一块蛋糕只能算朋友，十块蛋糕才是好朋友。十块？好，这个好朋友我交定了。哎，对了，甜甜，你家住在哪儿啊？到时候我把那个大惊喜直接送到你家，好不好？叶总，您先看看这个项目书。叶总，我们这款 APP 呢定位非常的精准，界面简洁又有艺术感，更重要的是它有非常大的潜力，可以开发出多种衍生品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社交产品也太多了，维护也很难的。但我们未来的收益也会更高啊。我不是不可以投资，但是我要你们51%的股份。
叶总，您这是在抢劫吧？回去和其他成员好好聊聊吧。如果之后更改主意，可以联系我。你好，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。我对你们这款 app 很感兴趣。你是？啊，姑娘，不要紧张，我是天云资本的总经理，我叫丁力。听说小确幸的 app 最初的创意是用来给拆迁警告板的。你才听说？这可是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虽然一开始的核心是小满姐姐的算法，但是如果没有后面的动人爱情，这个 app 我想也会失去它的温度。你倒还真说对了，当时小满苦苦找寻他那套算法的应用，是作为车载镜头识别还是保密程序研发？哎，你也知道他的浪漫指数不太行，要不怎么会倒追五月这么久还没有拿下，却对双手奉上赤子之心的林少爱答不理呢？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这个程序在短短几天内就收获了50万用户，厉害吧？可是最近为什么没有增长了呢？是不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？太小看哥了，如果我想要突破500万，分分钟就能实现。强哥，怎么做到的？那还不简单吗？我设置了一个后门，参加极客狂人的时候，我暂时关闭了下载限制。不过比赛一结束，我就又都恢复了，否则百万用户的神话不是分分钟就实现了？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设置后门？保护一下嘛，万一被投资公司盗用呢？我们也得长个心眼。强哥太厉害了，让我来猜猜我们的密码是什么。你都能猜得着还叫密码？必须得是柴星姐的生日啊，不然怎么能号称是对她的告白软件呢？说的也是啊。真没想到你会带我来这儿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以为你放不下。我只是一个游客罢了，以一个旅人的角度，这里还不错，不是吗？在这儿住了一天，都不想回去工作了。这么懈怠可不是你的风格呀。就算是满血的战士也是需要休息的。那我们一起隐退吧。如月，这可越来越不像你了，最近可是一直在偷懒啊。再满血的战士也需要休息啊。你后悔发生过的这些事情？后悔，但又不后悔。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现在应该在硅谷做码农，和一群怪异的世界公民挤在一起，吃着橘子鸡、苹果鸡、菠萝鸡。但是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，我就不会认识你。不，
会认识。不管是在洛杉矶还是在这里，是现在还是未来，我们都会认识。为什么？缘分。那我更希望在未来遇见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的我不够好。喂，妈，想我了呀？我也想你。那是女神出面，自然收到起来。江哥这几天可是拼了老命了，没日没夜的敲代码，就是为了能让投资人看见一个更加完善的产品。辛苦啦。嗯，真的找到投资人了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是一家叫天云资本的新投资公司，总经理叫丁力。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家公司啊？人家是新投资公司，这是人家第一笔单子。具体内容是什么？他们给我们投资1000万，换取我们10%的股份。此外，他还愿意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，帮助我们维护服务端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投放广告这一块，他们也可以帮忙对接资源。然后呢？哦，他们还说，如果这个 app 盈利的话，未来还愿意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投资。这条件也太好了吧！条件好还不好啊？人家已经把第一笔款打给我们了，看，20万呢。虽然不多，但毕竟我们什么东西还没给人家展示呢，已经足够有诚意了。人家这是互惠互利，各取所需。我们现在需要钱，他们需要积累第一笔资本，为将来做大做准备。那林少呢？他怎么说？林少说全权交给我们，签合同的时候找他签字就行。柴晴，你还能联系到那位丁总吗？我觉得还是当面聊一聊比较安心。不是我们事儿多啊，毕竟商业上这种陷阱太多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，人家丁总啊早就想到了，他也说想见你们，所以他让我约大家进一步的详谈，顺便吃个饭。吃饭？你不准去。为什么？看你这发霉的样子，万一倒了人家的胃口，岂不前功尽弃了？
谢谢，丁总，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的苏小满和五月。久仰大名，真是英雄出少年。您太客气了。现在看来呢，是我们投资你们，不过没准过几年，我们还要仰赖各位青年才俊，所以现在客气点呢，也是在投资未来嘛。嗯，丁总，那我就长话短说了，您为什么看中了小确幸呢？那我倒想先听你们说说，你们的小确幸为什么值得投资？众所周知，消费投资群按照难易度往下划分，先是女人，再是儿童、老人、宠物，最后才是男人。我们的 APP 抓住了第一大消费人群，甚至是顶尖的少女消费群。如果您关注极客狂人的话，在短短的实战阶段，我们的用户人数是呈几何状上升的，有效的市场推广功不可没。通过在技术、市场、销售环节强有力的配合下，我们的 APP 已经有一个良好的成绩，可以证明我们的实力。说得太好了，特别好。所以，这样的 APP 我一定要投，大大的投。可是您开出的条件太优越了，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我想，柴青之前也跟你们说过了吧，我们天云资本呢也是刚刚起步，急需一款成名之作。在我看来啊，小确幸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我非常非常看好的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坦白说吧，1000万呢，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是，对我们公司的体量来说，它不是不可承受的代价。你们想啊，花一点点小钱，来换取极好的名声，这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？最后一个问题。我们可以看一看合同吗？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一言堂，所以呢，要让工程师先去看一看程序，然后再来拟定合同。啊，只是走个流程啊，希望各位小朋友们能够理解。那是当然了。但那20万……哦，那20万是我以个人的名义资助的，尽管花，没有任何法律问题。谈的怎么样？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了。丁总说啊，等他们的工程师看过我们的程序之后，就可以立刻跟我们签约了。确实很诚恳。我也没意见。太好了，那他们有说具体什么时候来吗？还没确定呢，要等过2天才知道。我想到还要在这儿耗几天，我就想死。这几天你辛苦了，这回就由我和小马来接班吧。你和柴青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回到我长儿的怀抱了。这上发堂的我，都快腰间盘突出了。还长儿？你恶不恶心啊？那我先走了。要不我送你回家吧。真的？我是怕你猝死在路边。你走不走的？走了，拜拜，拜。我去给你倒水啊。
学着往前走，忽然之间明白，爱不一定要拥有。回想你给的温柔，多想时间能倒流，再爱一遍，我也愿意付出我所有。也许我并不成熟，对你并没有保留，给你自由当作是我最后的承诺。多想陪你到最后，不愿松开你的手，别让我们的爱输给时间，多想昨天为我停留，多想陪你到最后，最美的守候。你像我们相爱的两个人，最后却沦为普通朋友。多想陪你到最后，不愿松开你的手，别让我们的爱输给时间，多想昨天为我停留，多想陪你到最后，是我最美的守候。你像我们想过明明相爱的两个人，最后却沦为普通朋友。